多可爱。有些人手机卡，有些人手机顺，那就只能说，感觉是看地区的。我猜啦，有可能是地区连外部的网路有问题。那其实坦白说，就是中华的问题，就可能有些地区中华网路 K 掉了。可能上班的人都在家啊，劳拉讲话变成被我按掉了，劳拉对不起啊。萨拉跟飞，哇，棒棒组合，稍微往前走看看。可以放绳子啦，这样就上下自如。蹦蹦跳跳，我现在就只差一个宝箱，一只猪，两个考验箱，干巴得！希望那大虫虫啊，他一定要守着宝箱吗？对。那就让我们爆发吧！来，行くぞ！突撃陣！レッカー！レッカー！俺の番だな！くらえ！鬼ハヤテ！鬼ハヤテ！はあ！今だ！みんな一気に決めるぞ！お任せください！苏亚，这就是我们第七班的力量，差不多。悪くねえな。冰冷后代，ETS 加50，哎，还不错哦。哎呦，冰凉凉又舒服。是那个猪，我可以试试劳拉跟亚丽莎，李恩跟亚丽莎战斗后的对话。哦，我们之前会手牵手嘛，所以现在应该不会手牵手了。对，这我们倒真的没试到了啊，不过这要试到也不容易啊。我们今天连跟艾玛的 link 也都没有触发到。应该用亚丽莎带李恩收尾，不知道怎么。私の番ですね。敵ユニットの傾向を解析。他都以为他是猪，就是牛，野牛冲撞。是我一剑。哎，私の番
ですね。不能太快了吧。そこです。我想说他绝对晕就可以带出啊，带不出来。任せるがよい。试一次。許さる。不在。哇，这直接死了。有机会再来。みんな大丈夫か？反正亚历莎会跟着我们。好的，那我们确认一下笔记哈。多了一二三四五，算六，对，多了这六个。然后到时候弄考验箱，风景照，每次对话都一样，直接来看看。这还忘了给杜巴利哦，等一下可以给。你怎么拍到的？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拍到？对不对？你看带的地区好特别，后面怎么红红的，像龙的翅膀吗？不太确定。哎呀，这海可真可！嗯我没有勉强压抑，为什么你要送我礼物？不可能回报你啊！哦，拒绝，太不近人情。哇，有三星了哦，一步一脚印，慢慢的攻略他。就来努力考验箱的部分啦，加油加油。私の番ね。劳拉跟艾玛，这可以打，像还有自动保存，但我们还是自己来存存一下啊，存新的好了。来吧，一零一等的怪，接受挑战。超大只的金刚野牛，那我们的这个有伤害上升，而且还有心眼，以及魔法打爆它。敌ユニットの傾向を解析。掴めました。金刚野牛，怕死属性跟风。还会甩屁股。私の番だな。こう。行きます。四次行动。可以哦。直接先 hollow 油好了，消耗一点 CP， 等下再。私の番だな。砕け散れ。うわ。後期。続きます。哇，连续两次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心眼。反击。再打。
太完美啊。哎，星眼之力呢？私の番だな。みんな收尾闪焰蝶，哎 ，BP 还是满的，舒服。これで一安心ですね。轻松获胜，英勇之心变成雅瓦隆之心。应该至少就是那个回合变久了。有从四次行动改成六次，这差很多，差很多。然后下来是要莎拉跟小飞嘛，这个可能就要换一些饰品过去应该就可以了吧，踹踹看。聚一下，聚一下。借一下，借一下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一样，101的怪，应该是有办法。打完这个，我们就可以潜入了，就存一样的啦。接受挑战，来吧！かかってきなさい。有几件事有点讨厌呐、啊，有没有看到他们三种颜色代表三只怪？哇！先来喷射，封魔还可以。三回合心，我还是一样啊，先侦查啦，就麻烦。让我看看，第一个一级虚弱的伙伴。都来心眼。让我看看，我想开大有没有？不行，让他们细瞧瞧。哇，盖伦城堡！开始。经验还是有用。私の番だね。有西风的速度是有的，所以这样一开始莎拉的那个侦查的时候应该就要用了，这样他速度也快。爆发！
私の番だね。解除驱动百分百。解除する。想可能要先帮忙补，但小飞的血量真的还是很陡。ありがとう。不客气不客气。排除する。我操！崩れた。BP 很多。任せなさい。把我们吸引一下。